交易商人群啊，太坏了。天平，天平，蔓延，真的，我都怕你拿不来1500万啊！这三级一个人民币都他妈3000多块钱东西，我操，梭哈了4915万啊！太少了啊！他把全部全都试探出来了啊，还有2个利水。都起来点教育个别人啊，是他是他就是他。操。他妈的这帮人真那么烦人。哎。我带着特型灵须，他我没有反射我，我操，怎么给我干进来了？我他妈不是卖云盘的，他妈的，我操，我他妈不是卖云盘的，毛毅哥哥你关错人了，他妈的我不是卖云盘的，我他妈的要出去，我他妈的，哎呀我操，我他妈还要死，我他妈啥都没说，还他妈得了个成就啊，皮宣啊。他妈的还没法改造，兄弟我他妈被扣了，我操，网易客服哥哥快点救我啊，由于你违反游戏规则已经被我们正式拘留啊，他妈的我交易个商人卖云盘不是我卖的，我他妈也没打字啊大哥啊，我名字像卖云盘的，我不是卖云盘的啊，卖云盘的他妈咋不进来呢，我他妈一下切换了场景，还他妈能遇怪，遇怪还能死，我操，得回老神没给我钱啊啊啊，被商人举报了啊，哎你看这云盘，这是骗子，还他妈理直气壮，还他妈来他妈还他妈诅咒我，活该，我操啊，这他妈的啊，我看看啊，我得想想办法了啊，王哥元旦加你，我要买了，我要你的啊，支付宝号啊，也就是啊电话号码和名字之类的啊，不要给我二维码啊。你如果没有支付宝的话，从要一别一个支付宝，听好了，只要支付宝，只要支付宝和名字。微信的话，限额好像刚开啊，卡里不一定有钱啊。有想赢过帽子兄弟们，抓紧时间上一上啊！恭喜老王考我了啊！我们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来申诉一下啊。这是梦幻西游的高端技巧，输入 bug 啊，联系在线 GM， 您在禁言中不能出去在线交流，我操，你妈的太狠了，我操，绝望，我把东西放行囊，别他妈 PK 再被人干掉了啊，刷都刷不出来啊，来兄弟们有荧光棒的兄弟们抓紧时间刷，收了荧光棒，荧光棒底是141万了，分分秒秒直接爆出最终的特等奖啊，还有8个老陈送的水晶糕啊！哎，兄弟们，你们说会不会是老陈送的？老陈给了我5个水晶糕，然后说自己的号被掉了，给我害进苦刑了。这个逼怕4连冠被我终结。我的提单啊，我们在线啊啊，短消息还是这一个呀，触发通知啊，角色隔离违规发布了，我没说话，什么玩意儿？我就从你要支付宝，别和我说啊。说这么多啊，别和我说啊，这么其他人和你说话的啊都是骗子，你就
把支付宝发来啊，等着我给你打钱啊就行了啊。这是骗子，这是骗子啊。这骗子叫啥名？这骗子叫他妈易强啊。QQ 号兄弟们，骗子的 QQ 是67691912，还他妈想骗人呢啊，被他妈发现了。提交申诉啊。只接受游戏方面出差咨询啊，申诉在线团队，我有其他问题啊。好的，咱们登录一下。啊，点注销吗？哎呦我操，这骗子在这儿呢啊！点哪里退出啊？账号管理啊，注销账号就无法使用关注。骗子让他从他要号呢啊！有花招，那个支付宝不是骗子，是你的是吗？你我操，哪个是真的？你就发我一个支付宝啊，其他不用管，都他妈告诉你我是真的了，你他妈还问哪个是真的？你妈他头像都他妈没改，他他妈能是真的吗？起码骗子得改成一个跟我一样的头像吧，你他妈中奖了他妈的。你就发一个支付宝，你别给我发乱七八糟截图，你就发你的姓名和支付宝就可以了啊。什么都不用管，就发支付宝啊，骗子也骗不到你，只要不给他账密码不给他账密码无所谓的啊。啊，端游啊，梦幻西游电脑版，接通客服马上为您处理啊。来，兄弟们抓紧时间刷出手里的，兄弟们抓紧时间刷出手里的荧光棒，荧光棒底池138、148万分分面面的爆出最终特奖。为什么不打电话？因为网易说啊，这个主播不能给客服啊直播打电话。啊，你好啊，接通了吗？那你们看看什么叫做最强游戏，什么叫最强游戏客服？网易的所有客服是啊。所有游戏客服里最强大的，24小时在线，提供人工啊服务，在线服务啊，什么被盗找回，什么指定 ID 账号纠纷啊，啊储备金，停电啊都可以。请输入您的问题，接通后马上问出。你好，接通了吗？喂。喂，到我了吗？妈的怎么不说话呢啊，相关问题啊，啊被隔离啊，操，等一会儿啊，又他妈遇怪，我就操了啊，我得保证自己别死啊。兄弟，你为什么发了两个支付宝？一个支付宝是一墙，一个支付宝这个，你能弄明白你叫啥？你电话给我啊！他妈的，被你害得我他妈人都死了！兄弟们，先把荧光棒给我炸一炸，荧光棒爆完两只的话，咱们3000块钱红包直接开。你把电话给我，你妈的，你叫一墙，你他妈把张云星支付宝给我干啥？我操你！你真是一个人才。我他妈得回没他妈轻易给你打钱，打钱他妈对不对？你他妈没被骗子骗，我他妈差点打他妈骗子卡里去。你给我发支付宝，我就要你的支付宝，你给我发骗子的干嘛？你他妈的给我个电话，我他妈要跟你电话说啊。我号又被盗了啊，现在两个人就是骗子和你同时都可以登录这个号啊。现在骗子跟你同时可以登录这号，哎呦我操！现在他妈怎么还得破案？不知道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啊？他第一次给我的支付宝叫什么剑啊？午饭时间什么剑？真名叫什么剑啊？我操！这回就很难拒说了啊！这个叫扛揍反奖，哎呦妈逼，这他妈都能，哪个是你啊啊？兄弟，你认错人了啊！你没中奖啊！
我操！你把支付宝，我他妈现在就从你要电话啊，电话啊！这个人现在是这样的，中奖以后的话，咱们重新理清下思路。这个兄弟中了咱们的刷10块钱，中了咱们的5000块钱。中奖以后的话，有一个是真的扛揍，这个是我；另外一个是假的，叫扛揍反奖啊。然后的话，头像都没有改，他把账号密码给了扛揍反奖。然后刚才扛揍反奖可能的话，有一个瞬间登录了账号密码服务器，然后登录 CC 给我发了一个支付宝啊。客服青青啊，等会儿我先等会儿再说你的问题啊，青青啊。青青啊，你好啊，我有点啊难受啊，遇到了一些游戏上的问题啊，看到你的名字啊，我的心，我心疼啊，对不对？为了避免嫌疑，咱们输入假量啊，对不对？本来游戏里就扎心了，你的名字起的还叫青青草原啊，爱是一道光。回复我在不在？我还有10分钟时间啊。我是一个啊资深梦幻西游玩家啊，是的啊，是的啊，我是的啊，我是资深啊梦幻西游玩家啊。玩家爱好充钱啊，我用10级小号买了啊5个特性，灵犀玉啊，然后啊10级小号被烤火了啊啊，我给一个 CC 主播上电视啊，然后旁边有一个卖云盘的啊，网易可能啊抓错人了，我不是和他们一伙的啊，我只是名字像啊，妈的我好无辜啊，他妈的4-5个人聚堆卖云盘给我一起抓进来了啊，你妈的我他妈4级灵犀玉家伙，他妈水晶高他妈在那耗着，你妈的这边还有个抽奖中奖，他妈不知道谁是真的啊，我靠，骗子到底谁是骗子？这个中奖的兄弟们已经没法确认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了啊，我操啊，中奖的兄弟给我发了2个支付宝，还好没给他打钱啊！等会儿兄弟们，今天的话咱们不用播资源了，可以直播破案啊！什么时候开始这种？我看一下啊，我看一下这个叫做啊啊12:52啊，12:52啊，被抓的啊，没有啊不当言行啊，最后的一句话是说。我最后的一句话说的是啥了？现在最后的一句话是说太少了啊。坐标不长安啊铁店啊门口啊被抓的啊，他妈的长得跟卖云盘一样的被干了啊！以后大家起名字的时候还是有点讲究，注意一点。啊，手机号码啊，请问一下服务器 ID 啊。好，金哥铁马，手机号啊，能不手机号随便说，输个假的吧啊。啊，手机号金哥铁马 ID 的话4238啊648啊，我家信号不好啊。能留我家里人手机号码啊？冰者说发他的不行啊，好算了，给他真的吧啊，他会打电话的是吗？那你们别看我们聊天了啊。
哎呀我操，对不对？你妈的，你就得给我送出来。我他妈是网易的良民，我他妈又鸡巴没卖云盘，我操啊！你就给我出来。CC 有中奖记录，你可能压根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啊？是中奖那个人的号被控制了啊，被控制了，就是骗子也能上那个人的号。骗子给我发支付宝，万一有钱打给骗子，那钱不让骗子骗走。现在不是说人家谁中奖的问题，而是中奖的人能不能拿到钱的问题。好了，我出来了，被放出来了 ，OK 啊！我他妈再去那嘚瑟一下啊！为什么要抓我？我他妈就他妈太少了，太少了，哪个字他妈违规啊？